门前大桥下游过一只鸭，跟我学。哎，这儿跟谁学的？唐总，本来就会。唐总，哎，林总，哎，你们都这么辛苦了，还来上班啊？没事，去吧，上班去吧。那行，我先打卡啊。啊，你跟我学呀？不会，我要学那干什么？我说，这预产期马上就到了，这工作您想办法得交接一下吧。不急，这不是还有一个月呢吗？医生说了，我要多运动，多活动，这样才有助于生产。你可不能让我像那以后一样啊，提前一个月就跟家里趴窝了，等着生孩子，难受，在家憋得慌。嗯。再说了，那游乐场的项目马上就要招标了。游乐场是个好项目，但是你想一想啊，这个事儿呢，从开始立项，咱们竞标，然后再有中标，少说也得俩月呀。你难不成想把咱们儿子生在工地上了？那我不就成了英雄的母亲了吗？也不跟你开玩笑的，游乐场这项目放弃吧。不行，我看。徐，老徐，你看，啊，哦，说让咱们那个今天晚上去到他们家暖窝去。什么时候买房子了？哎，他跟我说了什么暖房啊？他就是把他那个育儿房给装修了一下，好在咱们面前啊嘚瑟嘚瑟。那你说咱们家孩子生了，这育儿房放在哪儿啊？我这不是正想跟你商量的吗？你看咱们家那客房你妈住没了，我看只能把那书房给改装一下。那我在哪儿工作呀？工作工作，你就想着工作。你马上就当妈的人了，你怎么没想着这好好的热热身啊，进入一下状态啊？小二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就在家呀，生孩子养孩子，我呢出来挣钱养家。观念太老套了，你老婆我替你分担。啊？嗯。林总、唐总来了。哎。林总。慢点儿，林总。哎。啊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后你了。哎，老公，过来给我看看。哎呀，你看过来，来来来，看个遍，你快点。行行，来了来了啊。多少了？65。真的？啊。哎，那我最近控制的还行啊。还行，还行。啊，为什么照镜子看着好像胖了呢？没有啊，你比那个林晓瘦多了。真的？这话不爱听。这曲线你看多好看。废话，人来了。哎呦！嘿，你这个曹操，曹操到，来来来来来，谁是曹操？招呼，这家大肚婆，来来来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来来，里边去，里边去，不用换，不用换，进来，进来，这房子我参观参观啊，这儿啊，这一边呢，啊，哎呦，就等着你们参观呢，我也看看，里边了，进进进，哟，哎呦，还不错嘛，就是，这哥儿一个童话世界啊，我告诉你们，这老徐啊，早就盼着你们来参观呢，来来，大家，哎，这个多提宝贵意见啊，你看看能打多少分，看看多少分，畅所欲言啊。多少分啊？60分吧，60分吧，100分。哎，这你们俩就没有审美？专业设计师，您给说说，这个能打多少分？业余组120分吧。哎呦，这么高啊！听见没有？专家意见。我跟你说，这装修啊，尤其是自己家装修，装成什么样都不重要，主要是体现了人家知乐这满满的父爱呀。哎呦，还真是这么回事，知音难求啊！哎，回头啊，高薪聘你到我们单位去。哎呦，我真谢谢您，给别人干活啊，没这心气儿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心里啊，谁都装不下，我全是他的孩子，我啊早靠一边站去了。前两天我那电脑坏了，我就说给我修修吧，根本不理我。你猜怎么着？就这个，就这里头也不知道哪个什么零件出问题了，商场连跑好几趟。哎呦，行，这样也。电脑有辐射，对孩子不好。哎，林晓，哎，你们千万也少用电脑，少看电视。电视也不能看呀，那都有辐射，就离电器都远点。哎，真假的？还是为了孩子。
咱能不能不说孩子这事儿了啊？咱做饭去行不行？你赶紧吧，都给你买好了，快坐去吧。来吧来吧，您呢？哎，菜有盐吗？得有盐。少放点盐啊。有什么吃的呀？行，你想买咱再买。咱买什么颜色的？蔡大厨。哎，这老话不是说古时候有指腹为婚吗？咱们两家也婚一下。嗯，好好好，最好哎，你们闺女嫁给我们儿子，咱们亲上加亲，怎么样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就是闺女，你们就是儿子呀？哎呦，真矫情，这人真矫情。哎，那我女儿嫁给你儿子，这行吗？嘿，那我们得考虑，是吧？这还端上了，你瞧瞧。哎，跟你说，真不是我们端着啊，这人不都说了吗？女儿一般都像爸爸，我万一你家姑娘长得像你家芝乐，我怕跟儿子没法交代，是吧？什么话这？你骂谁呢你？我年轻时候我也是玉树临风的，是不是？就是啊，因为我们家芝乐，你家老徐怎么了？真是，你这是对你审美的侮辱，这你真能忍啊！我要我早急了，真的。别理他们，太不像话了。哎，对了，说点正事儿啊，你们俩预产期不是快到了吗？有很多东西都需要准备了，奶粉这是按阶段吃的，不用买太多。一开始吃的都是母乳，尿不湿这个得多买。对，需求量太大。没事，太费劲。有我呢，有我。哎，同志们，咱能不能说孩子这事儿，从一进门就开始孩子一直在聊，你们照顾照顾我的情绪行不行啊？啊，换个话题行不行？对，咱聊聊姑娘。好，这个你那个一见钟情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就是，不是。你要聊这个，那还不如聊孩子。接着聊。小徐啊，妈，妈，怎么了？我羊水好像破了，受不了。亲家吗？啊，来喝点汤。喂，太太呀，我是王珂他妈，王珂要生了，我们找不到车。哦，那个行，我马上到。哎。各位，我有点急事，我先走了啊。正好给你们创造条件，来，快接着聊啊，聊孩子。哎，妈呀，你这是风风火火说走就走啊？阿姨，您也别太着急了，您再着急，您也帮不上忙是吧？我能不着急吗？都进去半天了，我都急死了。你说这王珂在里面多遭罪呀、啊？王哥的家属吗？啊，是我。母女平安，女孩3100克，一会儿大人跟孩子都会送去病房的。你是孩子的父亲吧？这样，你先抱抱吧。慢点。哎，医生，我女儿到底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正在处理伤口。哎呀，真是卖盐的喝蛋汤，编席的睡凉炕。你这叨咕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人家芝乐。都知道给自己的小宝贝设计一个婴儿房，我还是设计师呢，都没给咱们的小宝贝弄一个小天地。哼，累了吧？来，在这坐会儿。嗯。哎呦喂！慢点，慢点。哎呦，嗯。哎呀，今天听小曼在这说，这孩子生出来以后啊，哎呀，到处都得花钱，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。哎。钱的事儿，我可不想操心啊。这不是有你这个专业的会计师在这儿呢吗？一想到钱我就脑袋疼。我是搞创作的，我每天画画图纸，那已经很浪费我的脑细胞了。嗯。哎，不过按照李小曼这说法的话，那游乐场那项目咱们必须得跟进啊。老婆，你啊，你就听我说一次啊，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养好你的身体，安心待产，其他的事情交给我。嗯。啊，放心。交给我了。嗯。对，我昨天买的。来了啊，那个号有点小，没错，我想换个大的，行吗？
哦，可以可以，我现在就给你找。我看一下哈，我马上发给你。等会儿啊。忙到什么呢？这给你打电话一直占线。就是，我告诉你啊，孕妇少打电话，辐射太大了。哎，发给你了，发给你了，看见了吗？哎。哦，那好，谢了啊，再见。哎呦，干嘛呀这是？哎，这前两天给老徐在网上买了一件衬衫，结果号码小了，这不正张罗着换一件大的呢。这不是昨天刚聚了吗？今儿怎么又见了啊？李晓，你怎么回事？脸色好像不太好，不舒服吗？还真是啊，这怎么一点血色都没有？哼，不会要早产吧？你们能不能盼我点好啊？我是因为昨天晚上啊思考问题，一宿没睡觉，所以呢现在看上去面色苍白，精神疲惫。这不会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给你们算那笔账算的吧？去你的，我至于吗？我是因为那个游乐场那项目那事儿，我之前不是答应老唐不做了吗？可是昨天晚上呢，我又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还是得做，要不然我不甘心呀。所以越想我越焦躁，结果又睡不着啊。把你们约出来，咱商量商量吧，好不好？给我出出主意。不用听，他肯定是不去啊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踏踏实实把孩子生下来。你有意见？这女人为什么非要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的梦想呢？林晓，你不是一直想着能设计一个游乐场吗？现在正好有这个机会了，如果你放弃这个机会的话，说实话我都替你觉得可惜。懂我。姑奶奶，您就别在这煽风点火了行吗？哎呦，林晓，我跟你说啊，错过了一个游乐场，后面还有一迪士尼呢。错，没有现在这游乐场，将来也不会有那迪士尼。现在这帮小孩成长多快呀，等两年以后我生完孩子养完身体我再出来，谁还认识我呀？当初我跟老唐离婚呢，是因为要不要孩子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。那现在我这已经怀孕了，孩子马上就出生了，他不存在这问题了。只不过呢，我是想在怀孕要生孩子这个过程当中要不要去工作，我觉得一点都不冲突啊。前几天啊，我去吃饭的时候看见一服务员挺着一大肚子，一看就要生了。我说你这大概是几个月了，该生了吧？人家说还有三天就预产期了。我说那你还不赶快去医院住着去？人家说什么我这多运动运动呢，我将来对生孩子有好处。你说一服务员人家都有这意识，那咱们你说恐慌个什么劲儿呢？就是因为说怀孕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就不能工作了，就在这上面要做取舍要牺牲，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吧。没错，我现在一听到牺牲这俩字儿，我告诉你我就别扭。凭什么女人就要做牺牲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会所那几个女的就是一例子，她们其实都是阔太太，为了老公，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家庭做了全部的牺牲，结果自己现在成了黄脸婆。可落一什么结果呢？那不是老公出轨就是资产转移。老小曼，我这是说他们的啊，都是说他们的。看你看，这例子举得特别不恰当。哦，是是是，错了错了错了。不过呀，这也都是事实。我告诉你，那几个大姐的老公啊，其实说来说去，我觉得还不如顾峰。顾峰的事儿咱不提了，行不行？翻篇了。小曼现在多好啊，萌萌又听话又懂事儿的。哎，小曼还这么年轻，回头咱俩留意着，给她找一个好的。再重组一家庭，完美了。嗯，没错，这是一好主意。嗯，等会儿说我这事儿。那个，现在啊，关于林晓是不是接游乐场这项目这事儿，举手表决，同意的举手。行，三个人，两票通过，就这么定了。回头那游乐场建成了，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些孩儿们弄一张终身的免费门票啊？没问题，几张？我跟你说，一人两张，用一张撕一张。呵，大气。我持保留意见啊！行行行，行了，同意同意。你就是不听话，听话呀，听他的话。你同意我也听你的话。就这个游乐场这项目啊，这不光是小孩去玩去，那童心未泯的那些成年人他也喜欢去，所以就这设计呢啊，不能太幼稚了。这个童话色彩呢要浓一点，然后还有就是从色彩上呢要浪漫一点，啊。你在这儿这个位置上，你看看怎么处理一下。哟，哎呀，不是答应不投标了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指点了一下。你看，都是乐乐跟小赵忙活呢。你呀，悠着点儿。嗯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别太拼命了啊。知道，马上就要结标了，你竞标成功之后，我就踏踏实实的跟家待产。
我来这。希望你这次说话算数。我来，我来。就是生个孩子啊，又不是生场大病，我就看不惯那一怀孕一生孩子挺着肚子那种，就跟家里唧唧歪歪娇滴滴的，还真把自己当皇太后了呀。我跟你讲，就那种跟家趴窝的，回头预产期的时候准保不好生。行了，趁热喝吧，都凉了。来，听见没有？听见，听见。快吃，快吃。行行行，马上吃。哎，林总这儿，你帮我盯着点啊，让赶紧吃，做的方案就行了，不要去现场啊。放心吧，放心。啊，签字。呵，我说呢，怎么找不着你？又给你们家林小加餐。哎，我正想着找你帮忙呢，你呀没事劝劝他啊，别让他那么拼命。本来啊，这游乐场这个项目啊，咱们这个把握性就不大，竞争对手又那么强。他昨天晚上已经答应我了，说放弃，今天不知道怎么就变卦了。林小子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今天早上就劝过了，要不我再帮你试试。嘿，怎么还不走啊？快吃。知道。深呼吸，双臂与肩同宽，双手小曼，那个你赶紧的，帮我劝劝劝于奶奶吧。您家那位又怎么了？肚子大的都看不见脚面了，还在这练瑜伽呢。什么？还练呢？可不是吗？我刚劝两句就跟我急了，你说我现在不敢让他情绪太激动，你说是不是？我就着急呀、啊，万一把这会所这咔嚓一下变成产房，你说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哎呦，你俩大逆不道，忒不让人省心了。行了，你甭管了。我非好好教育教育他们两个人。拜托拜托，哎，拜托了拜托了。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，非得催着来？我们那个有一个肚皮舞教练都请假了，我那边还没安排呢。我说他可烦人呢。你说在公司你什么不能跟我说呀？非得把我薅到这儿来？咱那项目那都忙不过来，耽误事儿。你们这两个大肚婆也忒不让人省心了，老公都集体投诉了，还惦记着工作干活。你要是实在惦记你那个游乐园的项目，你就把它通通交给助理去做，然后听天由命不就成了，对吧？还有你啊，雨英，你是不是想把孩子生在健身会所啊？徐之乐都快愁哭了，特意请假跑过去照顾你，还被你赶出去。他那是照顾我，他是盯梢。我告诉你，他也不是为了我，他就是为了肚子里他的孩子。唐静更不像话，我就说他在那嘀嘀咕咕跟你说啥呢？原来告状了。你们俩要是说话算话，人家能跑过去找我？这次就是你们不对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俩现在就应该老老实实在家待产，别的生完孩子再说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我这么卖命啊，不是为了别的，我就是为了给我们家老唐呢减轻点负担，是吧？你呢？我压根儿就没想要孩子。是老徐硬着改写了我的人生。行，不管怎么着，这样，老唐说啊，咱们公司账上还有不少流动资金，你说这个钱挣多少算完啊？你要是把身体累垮了，那什么都完了。这怎么可能就把身体累垮了呢？你放心吧，我绝对平平安安的把我家孩子给生下来。其实赚不赚钱呢是一回事儿，这关键不是我还有梦想吗？这点于英最懂。还有啊，我现在之所以天天去会所，为的就是抻吧抻吧，把身体练好，能把孩子顺利生下来啊。你们以为生孩子就是十月怀胎，吧唧一卸载就有人管你们叫妈这么简单吗？不是，生孩子只是开始，今后你们的人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你就别吓唬人了，我们两个人绝对，孩子、家庭、事业三不误。没错，放心吧。回来了呀！回来了。哎，哎，林晓呢？啊，他们三剑客在这聚会呢。洗手了没有？哎呀，不用了，咱们聊会儿天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哎呦，你说这孩子都该生了，怎么还聊天聚会呀？那你回来干嘛呀？你怎么不陪着他呀？
他们女人在这说点私房话，我在这待着干什么呀？您放心吧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行。哎，林晓他妈呢？早晨我一来，人家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人就出去了。哎，儿子，嗯，你说我在你这天天瞎忙活，是不是他看着不顺眼啊？哎呀，不会的，您别多想了。我估计啊，是我们最近忙，没陪他出去。嗯，老太太一个人在家里闷得慌，自己出去转去了。谁闷？他们呢？嗯，哎呦，我觉得特别会安排自己。今天去逛街，明天去美容，后天去美发。哎，那天自己一个人看电影去了呢，还是吗？啊，先说眼前，这周产检跟医生商量了没有？怎么生啊？我要顺产。我也劝你要顺产啊，我可听说了。你听我说，别假装听不见。剖腹产孩子容易得多动症，几率非常大。哎呀。怎么了呀？到底剖不剖？我告诉你，我是坚决要剖，必须要剖。我已经定了，回头骨缝一开，那胯一开，这辈子就回不去了。我不能因为生孩子毁了我的体型。你不能拿个别现象当普遍现象。你看人家小曼，人生俩孩子，我看人家那小身材还是特别好的。哎呦，你就剖吧，回头在你那肚子上留一大疤了，你就看你怎么办。你别想臭美了。不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我得给你普及一下。现在技术好得很，那疤呀伤口特别小，轻轻细细的，而且特别往下，根本就看不出来。你想想，你要因为生孩子以后，那所有的衣服大两号，这谁受得了啊？我们那会所里边有一个大姐，你生完孩子之后那一身肉直接就穿上泳装了，一照镜子立马想当即了却残生，绝对不能那样。合着您练了半天瑜伽不是为了顺产，倒是为了挨那一刀啊。您多洋气啊，怎么不向老外学？人家老外可都是顺产啊。我不，反正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就必须得要剖，剖了以后呢才能让我尽快瘦身。而且我已经现在都把我产后瘦身的课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从科学上来讲，现在这个产妇在怀孕期间这个体重就不应该超出12公斤，否则的话那就是严重超标了。其实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吃。你看，你都瘦成一个干巴瘦了，你还超标了你？数据总结得很好，很详细，但是我还是坚持中国的传统，我顺产，我坚决要剖腹产。我的口号就是，只做辣妈，不当肥婆。我的理念也是，只做肥婆，不做肥婆。小曼给咱俩作证，看看到最后是剖的好还是顺的好。嗯。哟，您这到哪儿去潇洒去了？这你话说的，我潇什么洒？你没看我这风尘仆仆的吗？为了给你们找个好月嫂，我都在外面跑一天了。月嫂？没听说要找月嫂啊？不是，那你老婆生孩子谁伺候月子呀？我照顾啊。你伺候行吗？这得找专业的人士来做这件事，是不是堂姐？啊。那个亲家，您过来一下，我给林晓啊煮的汤，您看看够味儿吗？炖汤你，我又不会烧的喽。不是，哇，亲家，我想跟您商量商量，这月嫂咱们不请了，请个外人照顾林晓，多不方便呢。那你说谁照顾方便啊？咱俩呀。这不有咱俩照顾呢吗？你说当老家的这时候不出力，什么时候出力呀？哎，我跟您说啊，咱俩这样，白天晚上咱俩轮流的，比月嫂肯定强啊。您要是觉得晚上太累的话，这样我岁数大了，我觉少，我盯夜里，好不好？我出不了力了，我把林晓带这么大，我已经出了太多了力了，不是什么白天晚上的事儿。我知道我自己的女儿，我也心疼她。但是你想想，咱们到这个岁数了，应该有自己的生活，是吧？不能天天围着儿孙转。我盼我这孙子，我盼了这么多年，我是觉得照顾孙子才是我全部的生活。有那钱，多给我孙子买点好奶粉，买点尿不湿。你说月嫂，她那种人就盯在钱上，把钱看得特别重，能疼我孙子，能爱我孙子吗？我觉得你这是对月嫂有成见，专业的事情还必须要专业人士来做，钞票不是问题的。你要请月嫂的钱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可以出一半。别，哪能用您的钱呢？不用。
哎，要是这样的话，行，我正好有余热，我发挥不出来呢，我来吧，我伺候月子，我照顾我孙子，我一人担了。这样啊，亲姐，隔三差五的，我有忙不过来的时候，真的还得麻烦您啊，哎，搭把手。你这非让我分担一些事情的话，要不然就这样，既然我的那些事情我没有能力再去做了。我就用钞票来顶替好不好？请月嫂的钱我不是讲好了吗？我可以出一半的，就这么定了，说好了的。好，哎，师傅，前面咱们右转吧，去那个小汤山。不去那什么小区吗？你朋友刚才不是说听我的，就去小汤山。谢谢你啊。妈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我妈那个人呢，她就是心直口快，她不是冲您的，您可千万别介意啊！我没介意，我也不是什么，我就是着急。我觉得林晓都快生了，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月嫂。是是是，我知道，我明白。您呢，心疼林晓，您是怕她生孩子太辛苦，这我知道。你知道就好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光我心疼不行，你也要心疼她。啊。对吧？哎，对，我跟你说哈，我当年生林晓的时候，他爸爸在外面足足守了一天一夜。生出来之后，他为了给我煲点汤送过来，足足骑了三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呀。哦，真的奔波的呀。那个时候条件不好，他都可以做到。你想你们现在条件多好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做得更好。是是是，不是我夸口，上海男人在疼老婆方面，真的那真是好的来形容不出的。真的绝顶的好。是是是是是，您说的是。那还有就是那个林晓的继父，前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小的阑尾手术，他也是忙里忙外，端汤倒水把我照顾的呀无微不至。那么我想林晓现在你有事情是吗？啊，没有，您说您说。那林晓你看他现在大着个肚子，家里外面这样两头跑，我觉得我女儿很不容易的。你怎么疼她，我觉得都不过分，对吧？对呀，我必须心疼她。妈，我不瞒您说啊，我平时啊老劝她，我说你工作别这么拼命，她就是不听我的。那你想想她为什么不听你的呢？我觉得你应该做得更好，你感动她，你让她信服你才对。啊。所以唐健，你不要怪妈妈多嘴。我觉得生孩子嘛是人生的一个大事，月嫂要请，多贵都要请，这笔钱不能省的。林晓好不容易怀上孩子，又是你们唐家的独苗，你怎么心疼她，你怎么照顾她，都是应该的，对吧？对。哎呦，阿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你快去玩吧，小心点啊。那你看我当年是吧？我怀着他的时候。他爸爸怕我腿肿，一早一晚一天两次给我做腿部按摩，到七个多月的时候，我肚子这么大了，我弯不下腰去，都是他来帮我脱鞋子的。真的真的。哦，我回来了啊。哎，林晓回来了。哎，啊，哎呦，你看看你呀、啊，来，我给你脱，我给你脱，这跟闺蜜聊天聊这么晚啊、哎、还好意思说呢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打我小报告。来，赶紧穿上吧。你再敢打小报告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！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多泥，是不是又去工地了？没有，门口施工呢，我踩了一脚。那骗他！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肚子怎么有点较劲啊？啊，哪儿较劲呢？说不出来，就刚才让一小孩撞了一下啊。没事没事。妈，
妈，哎呦，赶紧坐下，坐坐坐。跟你说，还没到十分钟一次呢，肯定没事儿。疼不疼？疼不疼？哪儿疼？说不出来哪儿疼，就有点那样。那怎么办呀？上医院，上医院，快点！上医院，走走走。不要，没到。不行，赶紧走，快点，快点，你们怎么那么吓人？我一会儿拿衣服。哎呀，真是的！快，试试。快！小唐，哎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了？啊，这大半夜的，进产房了。对。下午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，这怎么说就要生了？这林小姐真是，哎，她的预产期比我还晚两天，我这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她倒是先着急。太突然了，阿姨啊，这大着肚子还去工地，真是的，你里边的情况也不知怎么样。听话，不听话。没事，阿姨，别着急，这不是到医院了吗？没事。哎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奶粉、奶瓶、尿不湿、包被、护垫、卫生巾，我早告诉你们准备好母婴包，随时准备出院了。母婴包准备好了，有准备好了。哪呢？哎呦，哎，我把我放在那个鞋柜上面了，我忘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没拿？哎，不行，我就拿。我能离开现在，这人你们别争了。他这会儿哪能走得开呀？老徐，你跑一趟，出了医院门右边一拐就是行医院。知道，我去买啊。哎，拜托，没事。哎，你别造电梯了，你就跑楼梯下去吧。哎呦，还不出来？对，阿姨，你看出来了吗？就这会儿啊，这男人都指望不上，不靠谱。哎，怎么能不带东西呢？哎呀。破水了！我找大夫，怎么去找大夫？在哪儿？哎呦！哎呦，没事，没事，慢点，来我，来，这边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帮我看一下，这是 PES 的还是 PPSU 的？那我给您看一下。这 PC 的呀，那不含双分 A 吧？啊，您是需要买母婴包吗？对。啊，我们这有三个价位的，268、368和688的，您看您需要哪个？我看看那个688的。这是最高的了。我们打开可以看一下。哎呦，你这包装可不怎么样啊！就这配置，网上买可能也就这一半的价钱。网上有真有假，而且他们都不用付房租，肯定便宜啊。但也不能差这么多。这样，你们能给我优惠点吗？我就买一套，好吗？这没法优惠。你看我们这东西，奶粉、奶嘴，还有这个。我知道这里都有什么。你这样，我赶时间，我真的想要，你给我优惠点，我马上来一套，好吗？您要是想优惠，您去网上买，肯定优惠。这什么话？你这把人往外推啊！这是。我这哪敢往外推呀、啊？我这不强买强卖。行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儿还就不在你们家买了。这什么态度啊？你这是准备剖腹产手术？哎，这大夫，我还是不想剖，我想能努力自己生。脐带受压，胎心凝向到80左右，如果再不手术的话，孩子随时都会有危险的。护士，哎，来让他家属签字。好的。哎，林小家属，是我，我们啊，脐带受压，必须剖宫产，请家属签字。不是护士，这不是我们原计划的呀，这非得剖啊。大夫已经跟产妇交代了，他也同意了，就等家属签字了。儿子，别愣着，赶紧。脐带受压，到时候孩子憋坏了。不是孩子，你这样大人也受不了。对，还有大人，对。对，是。不是，护士，那我签了以后还能进去陪产吗？签了字，跟我进来换衣服。哎，大夫，我们还一产妇呢，她怎么样？也剖吗？这我不清楚，手术室就这一位。妈，我进去了。啊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这我也跟他一块，我都帮个忙。不行，你就一个人。这徐哲，他上哪儿去了？哎呦，对呀，有事啊，这孩子。哎呀，护士，能不能把你的电话借我用一下？我老公还不知道我要生了呢，我得给他打个电话。一会儿动手术的时候，他得进来陪我呀。你放心，别着急，一会儿我会通知你的家属的啊。一会儿给我动手术的时候，刀口尽量往下一点，
能不能开的小一点？只要能让我的孩子出来就行了，要不然会影响我以后穿比基尼的。还有啊，打麻药会不会很痛啊？你放心吧，你的身体条件特别好，而且呢胎位也很正，完全能自己生的啊，不用剖腹产。大夫，我不要自己生的，我要剖，我要剖的，自己生会影响体型的。做母亲多伟大呀，自己生吧啊。大夫，我要剖的。大夫。李想，别紧张啊，咱马上开始了，一会儿就见到宝宝了。哎，老婆，别紧张啊，笑笑，笑笑吧。哎，你别乱动，赶快坐呢。哎，好好。哎，怎么样，疼吗？没感觉。别紧张，千万别紧张，我的小宝贝马上就出来了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也不紧张，我就是特想知道咱家那孩子长什么样。那还用问吗？肯定笑不完。那可就惨了。哎，你看一眼，他们干嘛呢？怕什么？快！哎，录下来了。对，把手机录下来了。别紧张。倒了倒了，医生医生，唐健唐健，合着附近就你们一家母婴用品店啊？反正方圆两公里没别家。我要不是着急，真不在你们家买。您随便挑挑，随便看看，标签上都有价格和材质。谁是育婴家属？来来，哎，谁的？哎，谁上来？又拿伤了啊？谁的？育婴。啊，这是余英道先生了哈、啊，男孩女孩？女孩，2450克。不过这孩子有点虚弱，需要在那个恒温室多观察几天。哎呦，真好！你说，看来这练瑜伽还真是有好处，这生孩子都快。有什么好啊？啊，这不才四斤多吗？好饭不怕晚的，看我们领小的。看这两个。还有吗？先这些吧。你看我买这么多，你怎么也得给我打个八折吧？我们这儿都小本经营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总共312元，您刷卡还是现金啊？刷什么卡呀？你们还得交手续费，对不对？就现金吧。这样，你把零头给我一抹，我给你凑个整儿，啊，就这么着吧，好吧？行行行行，就这样吧。就是。你看见吗？来来来。哎呀呀呀！都买回来了。哎呦，志乐，你怎么？志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生了，余英都生了。生了，哎呀，生了！恭喜恭喜，还男孩女孩了？恭喜谁呀？余英生了，生了个女孩，好看着呢。余英生了，小曼陪着她呢。她在哪儿呢？跟你说哈，你别着急，你们家孩子太小了，还不到5斤，现在在那个婴儿室的那恒温箱里边，对，要观察的啊。不急不急。不。呦呦，你慢点！哎呦，东西也不要了。哎呦哎呦。这谁的呀？这谁的孩子啊？林小家属吗？啊，是是，我们就是男孩，4100克，母子平安。哎呦，我的大孙子呀，你可来了！你不能动的，不一定消毒。哎呀，宝贝儿，你行。怎么是你儿子呀？这那个生孩子的妈妈呢？还在缝合呢。妈，对不起啊。大夫一亮刀，他就晕倒了，一点出息。你早说我进去陪产了。他这不算什么，去年有一当爹的麻醉师一亮针筒直接就倒了。不是倩倩，您不知道，我儿子从小见着血就晕。儿子你看看，晕血还在手术室陪着，真是的，真好。哎，看见你儿子没有啊？你看看你大儿子，你看看。妈，我没事儿，只要孩子健康就好。哦，他立功了是吧？看你们娘俩那个什么，这孩子是你亲生出来的，哎，大人呢？大人奇怪了，缝合一会儿就出来了。哎呀，好，一会儿就出来。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慢一点啊。错过了这么关键的时刻，这么神圣的时刻，你放心，我
我以后一定对你好啊。不是，把我闺女抱出来，让我看一眼。这里是无菌区，禁止出入。哎，别，我就看一眼，就一眼。那也不行。我求您了，我这等了大半年了，就下趟楼的功夫，一眨眼他就出来了，我连抱一下都没抱上。孩子今天生的吗？啊，刚生的。这里的孩子都是三天前出生的，明天该办出院了。不会吧？我看第二排中间那个，就跟我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，特漂亮，肯定是我闺女。今天出生的孩子还在放置室检测呢，还没送过来呢。放那么多孩子，不会弄错吧？您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放心吧，每个孩子的胳膊上都有和大人一样的手牌，您的孩子放这儿很安全。您呢，还是去病房看看大人吧。疼吗？啊？妈，坐着歇会儿。哎，行，没事儿。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亲戚啊。哎呦，对不起。哎，小曼。哟，小曼啊，阿姨，阿姨好。怎么样啊？感觉？我刚从玉英那儿过来，生的男孩女孩？女孩。女孩啊。哎，人家一个生的，一个剖的，俩产妇住院都没你一人脸色难看啊。我还劝她别怕呢，没想到我自己先倒下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要不是因为我儿子着急出来，我肯定跟医生说先抢救他。